不见阳光，七月早早还笑着说谎，总说孤单还吵着心烦，一脚地半人半仙没人管，就被火气醉整个夜晚，孤立在外却甘心腐烂，说自己都不敢曾遭到挑战，你怕的只是没人管。
让我开心来。
成都的朋友们，你们好吗？啊，好开心啊！我上一次来成都是上一场巡演的一巡的收官，特别开心。然后今天人好多呀！你们都是自己来的吗？还是跟朋友、跟家人一起来的？啊，都有是吧？啊，那自己来的朋友请给我发出点声音好吗？祝你们周末愉快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其实准备了挺多歌，然后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我上一巡的主题，然后叫做920，车尾号920，然后是一首非常开心的歌，送给大家。跟我一起，不管听不听这首歌的朋友，跟我一起摆动你们的身体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放松起来。见面坐着女孩还是男孩？ I'm gonna go slowly， go slowly， 让我能够。
我说一个字儿，会就有戏吗？会。真的吗？有点迷糊，听得出来。我找个人示范一下，等会儿。好的，示范。好。来，咱俩来。真开心啊，真开心啊！明白看，真开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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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了吗？会。啊，这个是这样的，你们这么多人，所以我就没有麦给你们了，因为我肯定能听得见。然后呢，我就想了一个，因为今天呢是五四青年节，是不是有很多胸怀大志的大好青年在现场？ 现在不是青年，咱们马上长成青年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，我今天想的这个词儿呢，就是青年节，行吗，朋友们？行。如果这个玩游戏嘛，就有输赢，对不对？如果我赢了，不可能，你赢不了一点。你们就全场高声喊：“我爱张雨晨三遍。”哎呀！如果你们赢了。 这游戏下次不玩了，我跟你说，我劣势太明显了，你们这么多人错也听不出来，我。
错了就是错了，什么错了就让说好不好？想听什么？
醒着微笑。风声成歌道，
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，我觉得这一年过得非常的快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对吧？然后工作很忙碌，人生很忙碌，休假的机会并不多，是不是？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努力都